一段网络流传的视频显示，厦航一飞行员在女厕偷拍，厦航客服回应，公司已开展调查，将通过官方渠道发布信息。5月19日，网传厦门航空飞行员在女厕偷拍被多名空乘人员抓现行，视频中多名空姐大喊有人偷拍，也有男性空乘人员试图抓住一名男子。有很多网友在厦门航空的微博下面询问此事，偷拍这个真的不用报警吗？别丢脸，请通报。记者从被偷拍女生朋友处获悉，被偷拍者系新入职女乘务员，事发后有警察到场，厦门航空一客服表示，公司已注意到此事，并已开展了调查，后续会对此进行官方通报。